各位同学请注意，由于校长临时有事，所以蔡蔡老师的教学考试由你们监考。通知通知，各位同学请注意。哦，什么？给蔡蔡老师监考？风水轮流转啊！哼，蔡蔡老师平时给我们监考那么严，一会儿我们这样。好，走，找蔡蔡老师去。我说你们，不要这样盯着我吧。校长让你们监考，又不是让你们监视。老师，既然校长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我们，那我们必须得负责任。就是，好不容易当一回监考老师，可不得认真嘛。你以前不也是这样盯着我们的吗？赶紧考试，你可不准作弊啊！切，我最不需要的就是作弊。这么简单的题，750除以25等于30。呀，莎莎，你说这道题等于30吗？也有可能等于31呀。哼，你俩闭嘴吧！就这小儿科计算题，还想糊弄我？别打扰我考试。美丽，你说考试不写名字会不会算零分啊？那必须是零分啊。哦，我没写名字，赶紧写上。这题我看着也不太对呀。哎，要是考了零分，那可就丢人喽。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是不能说话的。真是的，校长怎么会找你们来当监考老师？那不让我们说话，我们就唱歌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害怕鬼，但鬼未伤我分行头。我不害怕人，但人被我扯到遍体鳞伤。我害怕鬼。好了，别唱了，题我做完了，你们批改吧。批改我们可不会。朋友们，你们来看看蔡蔡老师能考多少。一定要手下留情哦。